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猪，看看今天这阵仗。这是要准备安那个涂罐魔盒的哈，这些个料啊，全都给它放到这块了，摆的齐齐刷刷。开始组队今天的第一个了。不是第一个，是一起组队。你像这个部件啊是那个最大的那个抽屉，最大那个储物那块儿啊，先组的这个。就把这块所有的全都组队出来呗。对，然后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组队，然后最后再往一起组队。啊，那你是这个路子哈、啊。还这个路子。你看，已经组队好两个了。这个是之前组装好的一套，它这个机器嘎出来的为什么不像咱们自己嘎的那种，就是毛边少了？这个为什么毛边有点多？他的洗刀该换了。啊，刀可能是烧了的。可能是。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啥呀？我要出去玩去了，你自己干活吧。去吧。手脖子错了。咋整的？搓一开始搓了一回，后来又搓一回。哎呀妈，你别老掰它啊！用那个电钻。你应该喷点什么东西。走了，玩去了啊。嗯，去吧。再见。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干妈来接咱们喽，走喽。我们到公园喽，这是一个平房的某一个公园。莹莹上公园好不好？你就耶，无动于衷。好好玩，莹莹。这儿啊，鸡呀、啊，看上鸡了，刚才是不是？哎呀，好棒！出发喽，咱们接着往前走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真好，走。莹莹，小猴好不好？小猴好啊啊，抓呀，不能抓宝贝啊。它好不好？可不可爱？啊，鸡呀、啊。妈妈一会儿领你看鸡去啊，有没有小兔子这里面？好吗？去呀、啊，只能在这儿看宝贝，不能再往里去了，知道吗？告诉妈妈哪个是兔兔？对啦，哪个是孔雀？对啦，玩哪个莹莹？出发喽！出发喽！耶！看，这就是咱们平房的公园，特别适合孩子来玩，特别有意思。这里玩了一会儿，感觉人太多太多了，准备下一站上淘气堡玩玩。玩吧，宝贝，这个淘气堡虽然有点小，但是莹莹还挺愿意玩的，跟小朋友一起在一起相处相处。莹莹现在玩的已经是废寝忘食了。好玩吗，宝贝？跳跳跳，宝贝！这俩孩子精力太旺盛了，真的。我们从一点不到一点到现在是人家快要下班了，7点多了，7:20了，现在。玩得好吗？今天宝贝，玩得开心吗？呀，